Welcome, everyone. I'm Renren Y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Modern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in the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I'm delighted to invite you and welcome you to today's event featuring director Wei Desheng, who will be speaking about his Warriors of the Rainbow, Sedek Ballet. Today's event is part of the Indigenous Taiwan Speaker Series hos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at UBC and generously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Republic of China. We are excited to put forward this series of event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at UBC or even in North America. And this week, we are turning to film and cinema, right, about Taiwan's indigenous culture. So I want to do the land acknowledgement first. Though today's event is virtual, but many of us are located on the traditional, ancestral, and unceded territory of the Musqueam people. The land where we are situated on has always been a place of learning for the Musqueam, who for millennia have passed on their culture, history, and tradition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on the site.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and live here, and we are hosting this series of events to honor different indigenous tradition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many further conversations between indigenous peoples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in the future. We know back to 2008, he directed the film Cape Number 7, which is the highest grossing film ever produced in Taiwan. And in the same year, he won the Golden Horse Award for Outstanding Taiwanese Filmmaker. In 2011, his film Sedek Ballet also won the Golden Horse Award for the Best Feature Film and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top 9 foreign language films in the Academy Awards. After that, we will invite Director Wei to talk about the genesis and the filmmaking process, as well a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language, gender, and ethnicities in the film. It's really a great honor for us to have you here today, Director Wei. 各位大家好，我是魏德胜。其实这个故事在我们小学、中学的那个教科书里面都有，只是说在教科书里面的介绍只有短短的两三行字，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反抗事件，大概很简单的几行字而已。那但是对我来说，我对这个我也去过雾社那个纪念碑那个地方，可是我没有感觉。那但是当我有一天到书局里面看到一本关于雾社事件的这个漫画的时候，我才了解这整个事件其实是非常的精彩，特别是300个原住民族反抗3000个日本的军警，然后拿着刀子去反抗那个炮大炮枪支，这个东西我让我非常的震撼。这样再补充一个事情，就是一开始看书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可是当在研究更多更深入的那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说自我的矛盾就会出现了。因为就那个价值观来说，原住民族的那个价值观呢，就是猎人头的这种价值，统治者很喜欢利用部落跟部落之间的那个矛盾，去让他们自己去对打，之后他再来收拾这个残局的这个过程。我不知道我自己也混淆了啦，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自己也很难很理性的去面对一个价值观不一样，而且族群的矛盾，还有统治者跟被统治者这之间的那个冲突的东西，去做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子。那最后帮我解开这个难题的，其实是我又找到了那个原本那个写那个书、画那个漫画那个作者，因为他叫邱若龙，他已经研究这个题材，已经研究了快20年了。那我去找他，把我的那些疑惑跟他沟通以后，他跟我讲一个观点，他说你不要用人跟人的角度来诠释这段历史，应该
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从一个诠释角，一个从主灵的眼睛，或从一个天空的角度往下看这些族群之间的问题的话，你就有解，就是人不要有那个你是好人，我是坏人，就是从上往下看，其实通通叫做人，通通叫做就是一群人之间在玩游戏那种感觉而已。这样，那其实这个观点我一解之后，我其实就通了啦，我的观念就通了。对我来说，这个沟通以后，我后来为这个电影定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一个信仰彩虹的民族跟一个信仰太阳的民族，他们在台湾的山区里面遭遇的，他们为了彼此的信仰而战，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信仰的是同一片天空，就是用这种概念去诠释这整个电影。那其实这样观念就开了这样。其实剪成两个半小时并不在原来的预想之内啦，然后会拍到将近五个小时也不是计划当中这样子。其实就是我以为拍起来应该差不多两个半小时左右而已，结果一拍完之后才发现，哇，一剪完已经快五个小时了。这样我们一直都是依照我们原来的构想去拍的，然后会剪成两个半小时的这个版本完全是为了影展，要参加影展，然后被要求到说一定要完整呈现，但是必须要把它剪成两个半小时，你不能用上集来或是下集来这样子。那一开始参加威尼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逻辑还没有被打破，我没有办法去剪一个两个半小时的东西，所以请一个剪接师来帮我剪成两个半小时。那在威尼斯影展放映的时候，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个版本，我非常的老实说，我非常的不满意，我觉得完全变成一部动作片了，它并没有完整的想法在里面，对这个题材完整的想法在里面。这样我一回来，威尼斯一回来，我就把那个版本给整个丢掉了，因为我完全没办法接受那个版本这样子。那后来我们电影要做海外发行的时候，还是有被那个发行商那边要求说还是要剪一个两个半小时的版本这样。不过那个时候已经是半年后的事情了，所以我整个重新沉淀以后才剪出这个版本这样子。就是我认为五个小时的版本里面，他必须要扮演的角色是化解仇恨这个功能。那所以这个版本我很坚持在台湾上映，或者是在日本上映，在香港上映的时候，我都很希望是用四个半小时的这个版本。那国际上的版本，我觉得说国际人要了解这个题材，其实只要了解就好了，不用到化解，所以我才删掉一些那个必须要去化解仇恨的这些桥段，这样就浓缩版啊，浓缩版是用这种概念剪的，大概是这样。资金问题哦，资金问题是一直以来我们最最最辛苦的一个地方啊。其实你们可能不相信哦，塞德克巴莱找到在拍摄期间，在筹备跟拍摄期间，总共找到多少资金？因为他整个制作预算总共台币是7亿2000多万的制作费。最后的那个制作费是7亿2000多万。那我们从《海角七号》得到的那个票房的钱，再加上政府的补助金，总共差不多1亿左右。那我们在拍摄期间，其实找到的投资其实是零，一毛钱都没有找到。所以整个拍摄过程，从第一天拍摄的第一天，我就开始借钱，就开始借2000多万台币在做了，一直到整个拍摄十个月的拍摄，一毛钱的投资都没有，完全都是不断的跟银行贷款，或者是跟朋友借贷。所以你看我们的片尾有很多的天使名单，
那全部就是借钱的名单，就是债主的名单在上面这样。只不过在当时，可能这个题材它的特殊性跟我们拍这个电影的动机，对很多人来讲是支持的，所以很多的借款人其实都没有算利息，都没有算利息，基本上是他就当做这笔钱是没有的这样子。然后，但是我们后来全部都有还款给他们，包括工作人员都欠1个月、欠2个月，最多的时候我们欠到4个月，几百个工作人员曾经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没有领到薪水，然后一直在工作。所以这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对我跟对台湾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任务。要不是因为这个题材，它的那个单纯，它的那个动机的单纯，制作这个电影的动机的单纯，要不然的话，我觉得有点难让那么多人投入在其中，然后解决这些资金上的问题，这样。以赛德克巴莱来说，大部分的原住民的部分，基本上都是由就是从素人的那些原住民演员，原住民来甄选这样子。但是参与电影制作的部分，基本上是没有，以这部电影没有。但是因为这部电影之后，我们后面所拍的很多电影，就是很多的族人们，他们就觉得哎，这个拍电影还蛮好玩的，就加入了我们后面，甚至有参与录音的，或者是制作的，甚至导演都有。那里面有一个叫铁木瓦利斯的那个演员，就马志祥，他后来就是当我找他来当那个，他本来就是演员啊，他本来就是演员，所以我就找我也觉得他拍得不错，他之前的编导的一些电视作品不错，后来我就找他来拍我们那个卡诺那部片的导演，就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部电影的演员的甄选哦，其实我也觉得蛮好玩的。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找到那个莫纳鲁道那个年轻跟老的那两个角色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就是说。其实这部电影总一开始要筹备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找到莫纳鲁道这个角色很难很难，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找。那反而是第一天，我想说去拜访一下，花莲那边的一个原住民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去那个台湾有一个玉山神学院，就是专门在培养原住民的传道者的牧师的一个学校，然后叫我去那边，说那边应该可以找到不错的原住民的学生，这样，不错的原住民的人选。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那个学校的牧师就跟我讲说，叫我要回台北的时候去他哥哥的那个教会看看，他哥哥会招待我，然后我们就回台北的路上，就去他说的那间教会去找他哥哥。结果来接待我们就是莫纳鲁道那个林庆台那个人，他就是牧师啊。他来接待我，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像牧师，因为感觉他的就是很凶的那个脸这样子，甚至连叫我们要祷告，叫我们要拿肉给我们吃，叫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就是命令，他根本不是。就从头到尾是命令式的那种啊，你这个要吃，那你没有吃不礼貌什么之类的这样。那我一开始我觉得非常幸运，我们一开始就找到了那个莫纳鲁道的这个人选啊。那我回去考虑再三以后，就觉得说好就是这个。然后年轻的那个莫纳鲁道也是他介绍的，是他同部落里面一个开卡车的司机。那我觉得他长得真的蛮帅的，那身材也蛮好。所以我们就这样很幸运的在寻找演员的第一天就找到我们的主角了。吴宇森导演对我们这部电影的影响，反而不是在风格上面的沟通。应该说，他一开始是确实有跟我沟通很多应该怎么样拍那些战斗的戏，
有跟我沟通这个东西，可是他的沟通对我来讲是，你是在资源很丰沛的状态之下，我才能够这样做。可是我资源没有那么大，我没有办法依照你的方式做。可是他最后跟我讲一个观念，我觉得那个观念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说，你拍战争戏，你拍战争戏，你不要想象你是导演，你要想象你是那个将军，你要站在那个瞭望台的位置往下看这场仗地形长怎么样，然后人的防，你就知道你该怎么防守，你该怎么攻击，从哪里打到哪里，要发生什么事，就是说你要有那个你主导战场的观念，而不是说你是战场里面的一个人。其实跟我们这部电影的那个主要的那个主题观点其实非常的接近，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啊，也是因为这个观念，所以才会在整个战斗战争戏从哪里打到哪里，那个观念才慢慢被建立起来。这样，那关于那个暴力的这个部分，哈，暴力这个部分，我解释一下，就是说，你讲到雾社事件，你就不能够不提到除草猎人头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那在电影的呈现，我又不能回避这个事实，可是我的呈现又要怎么让现代的人，经过文明熏陶过的这些人，能够接受一个原始的这个价值，原始的信仰的这个价值。我后来做了一个决定啊，我决定就是一开场就猎人头，就是让观众一开始就接受，就你要吓一开始就吓到就好了，然后后面你慢慢就会习惯了。第一颗人头掉，哇，你会吓一跳；第二颗下来，第三颗下来，第四颗下来，你就哦习惯了。其实真正的雾社事件，它并不是一场反抗而已，它其实是一场。它并不是一个战争啊，真正的雾社并不是一场战争，它是一场猎杀，是猎人在猎杀猎物的那个概念。所以在呈现那一场的时候，我反而是依照雾社的那个概念，就反而让它是用一种大浓雾的现场，然后猎杀的那个过程里面，我喷血的部分也没有喷到处都是血，因为用浓雾来掩饰那个屠杀的这个部分，这样。然后特别是对于女人跟小孩，我知道这个东西现在观众更难接受，我只有意识到让你知道说他们被杀，但是我没有让你看到他们被杀的过程，这样子。就是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个电影。其实那些美学东西其实是为了掩饰太过暴力了。台湾的原住民族有好多个不同的族群，有母系的社会，有父系的社会，父权的社会，有母权的社会。那赛德克族刚好它是一个父权的社会，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以男人为主，以男人 的决定为主，在做决定，这样子。那以我们这个事件来说，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一个事情，其实就是男人的浪漫啊，男人的浪漫，浪漫的结果。其实赛德雾社事件，基本上它对我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反抗，它是一个求死，求要过进入祖灵的家的那种求死，它是一个求死的战争，它并不是一个我要打倒你，因为他知道他打不倒嘛。但是你求死很容易啊，你求死很容易，可是要活着很难啊。然后可是男人可以求死，女人必须要活下来，延续繁衍这个族群，他们的使命必须要忍受那个屈辱，然后忍受活着必须要继续延续生命的这个辛苦。所以我觉得电影的最后，其实我想要呈现的是这些活下来的人，他们怎么去延续他们必须要担负的那个责任，是男人的浪漫，女人在承受这个现实的这个求现实的这个延续生命的这个痛苦，这样子。大概是这个想法。
其实，历史就是这样子，历史就是，特别是历史跟政权的东西一政权的东西一结合，就是会有这个问题。本来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人物在历史里面，他其实就是为了求生存而反抗。事情过了，其实就过了，就像一个新闻事件过了就过了。可是当政权的转换之后，它变得是哎，这个的价值观符合我现在的宣传模式，所以我就把这个人物拿过来炒作一次，然后再换个时代，哎，这个不对了，我又把它给抹灭一次，再炒作另外一个人一次。所以我觉得历史的人物会造英雄，我的感觉很多都是政治考量，政治考量。其实对我来说，在讲雾社事件这个题材的时候，我其实站的角度不是英雄角度，反而是人，就是不管是汉人也好，不管是原住民也好，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要生存而已嘛。所以全世界包括你看整个中国历史，所有的改朝换代都是农民革命，很多是农民革命。为什么农民会革命？你让那些只求活着的人都活不下去的时候，当然会革命啊。所以最大的问题在这边，所以我会用一个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而不会说他是一个大英雄。所有的反抗都是不得已的反抗，都不是说我就是要反抗这个政府。我觉得全世界没有那种莫名其妙就要反抗的这种，对我来说啦。其实应该说，我们这部电影应该算是台湾第一次以原住民自己的主语来做主要语言的一个电影这样子。那以电影制作的概念来说，以我是一个导演，电影制作的概念来说，我觉得原住民的语言放在电影里面，它会有一种听觉上好像在听一个外国的语言一样，可是它还有字，我们台湾的电影习惯有字幕，字幕，我的字幕的翻译，我可以翻译的比较像诗一样，像比较美，文字的描述可以比较自由一点，也就是说当这些话你把它弄成中文把它讲出来，那不是人一般人的对话该有的对话方式。可是当你听着那个语言，然后视觉上看着那个像诗一样的那个对话的那个内容，那反而是另外一种享受，视觉上跟听觉上的另外一种享受这样。可是以原住民的观点来看，这部电影其实它的价值，对语言的价值非常的大，因为它是原住民的语言一直在消失当中，母语一直在消失当中。当我们当然这部电影有找那个主语的老师跟翻译来帮我们解决，甚至他是从头到尾跟着我们拍片，他就必须要听着那些讲出来的话到底对不对，那个语言对不对，然后文字对不对这样子。对，他有一次跟我讲说，我们的主语也许50年后、100年后可能会完全消失，但是有一部电影，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听见我们祖先该有的声音应该是长什么样子。这样，他觉得这个价值就非常大了。这样，先讲这样。确实一开始会有矛盾，就是所谓的，其实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所谓的东方主义来看原住民，或者是应该是现代人跟文明接触过以后的人去看一个原始的一个族群，用什么角度去互相看待，一开始确实会有矛盾。那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当我说就是当我们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来看这事情的时候，一切都是可以被解决嘛，对不对？那我的想法是说，改编就是编辑这个电影的制作的过程，第一个，特别是原住民的这个电影，第一个条件是你一定要
去研读，甚至去访问很多关于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人文、他们的美学生活的这个部分，一定要非常非常的了解之后，接下来就是人的问题，人的思考问题，你的困境，你的处境的问题。所以当这些文化的东西你都了解了，接下来导演的问题是，我怎么站在这个人的位置去想，如果我遇到这个困境的时候，我会做什么样的决定。比如说很多人都问我，在那个时候很多人跟我讲说，莫纳鲁道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为什么不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回到他的立场去看，他的世界就只有他的部落里面的这些人，他的部落不包括别的部落，好，他的传统的教育是什么什么，他没有看过世界有多大，他的视角就在这里，所以他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他的信仰告诉他该做什么决定，他的部落传统的养成的教育告诉他该做什么决定，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他，你会不会做出跟他一样的决定，你知道吗？这样子去解释，如果所以创作者本身你要有怜悯，你要站在这个人的位置去思考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站在敌对的那个人的位置去思考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站在那个统治者的角度，为什么你会做 这样的决定，这样的时候你就会 你这个观点就会比较有人性啊，比较有人性啊。但在改编这个历史题材最重要的一个做法，对我来说了，大历史不要动，大历史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比如大的事件，你不能说它没有，或是创造一个有，但是小历史可以更动，因为历史记录的并没有记录到他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历史记录只有什么样的事情，死了几个人，做了什么，那个几个人留下来，然后发动什么战争的是谁，他没有去记录这个人当时心里在想的，这个是创作者可以创作的地方，然后再把他们的文化的美学灌入他们的教育 的视野，跟灌入在这个角色身上，大概这样。你讲信仰这种东西，特别是原住民信仰的东西，它就不是普世价值，可是你又必须要用一个人的用一个一般人的观点去诠释他的时候，你要从这里面，我这么说，我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个很难解释清楚，我举一个例子哈，《赛德克·巴莱》里面在制作上，好，在《赛德克·巴莱》里面，在对我来讲最大的困难，除了资金之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诠释雾社事件这一场戏。我当时我说我要拍雾社事件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学者还没有看到电影，还没有看到我怎么拍，他们就等着看笑话了。我就看你敢不敢拍运动会出草的那个现场，我看你敢不敢拍，我看你真的敢不敢开不敢拍那些猎杀孩子女人的那个现场，那个屠杀的那个现场，我看你真的敢不敢拍？拍出来那个还叫做反抗吗？还叫做猎杀跟屠杀呢？就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理解的人会把雾社事件当成是一个美化过的一个反殖民的一个反抗殖民的一个。可是知道事件的那个人的话，站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个事件的人，他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血腥的一个现场，你怎么去诠释这一场？其实对我来讲最大难处是那里，不能让它不发生，可是发生了以后，我怎么去让它稍微掩饰一下那个太过血腥暴力的这个层面。但是你所有的电影最大的价值就是挑战所谓的普世价值，用这个东西才是它最大的那个所谓的艺术层面的展现里面最大的功能，就是挑战传统的普世价值这样子，挑战普世的价值这样子，大概是这样。但也是，可是你的挑战你又不能挑战过了头，挑战过了头它又是一种你收拾不了了，收拾不了这样。
很难解释，真的很难解释。不要说学者哦，原住民的学者也好，或是原住民的传统的那些老人们，还活着的老人们，都很难做一个完整的解释。这个所谓的出草的这个时机，因为它有好多好多的状况，比如说，仇恨的化解，或者是成年仪式的一个动作，或者是太多太多复杂的原因，必须要用除草来解决这个事情。这个我觉得在解释原住民观点的这个同时，我觉得现在应该说几乎不可能啊，不可能就是所谓的真正的原住民观点是什么。特别是现代，当原住民族很多的原住民已经接受现代教育，有说话有表达能力的人基本上已经被文明化了以后，你很难叫这些人再讲出一个真正原住民的视角是什么，我觉得不太几乎不太可能。所以我们的电影一拍出来的时候，经常会受到批评，说哪个地方不对，哪个地方怎么样，哪个地方不对，批评的都是怎么说呢，很多批评的都是对我来讲都是你为什么不批评一点大的东西，批评这种他在哪一天的时候没有在那个地方，他在什么时候没有去那个地方，你怎么你连你上个礼拜的晚上吃了什么你都不记得了，你怎么会去记得这个人他在80年前90年前的某一个晚上说了什么话呢？大历史要顾，就是大的文化人文的这个东西要顾，但是其他那是生活的小小的东西，质疑那个东西实在没什么意思，这样，所谓的原住民视角，应该就是说你了解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当你站在一个他的位置去思去他的文化的他的了解他的文化，然后站在他的位置去想他的处境，那个就是原住民视角。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其实赛德克族在台湾算是一个还蛮小的一个族群，而且是一个蛮新，不能说新啊，就是怎么说，新被认定它是一个独立族群的一个民族这样子。其实在以前，赛德克族、泰鲁格族跟泰雅族通通被叫做泰雅族，是后来才分开了，因为他们的日本殖民的时候，把他们的生活美学其实是差不多，他们的服装啊或者是纹面的这个传统啊，很多的生活的东西都是很接近的，所以日本殖民的时候把他们划为同一个族，是后来他们才认为说我们的语言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我们在找演员的过程里面，我有跟地方的那些长老们或者是跟他们沟通说，我要单纯从一个赛德克族里面去找到所有的演员，我觉得是有困难的，就算是我挑到 OK 的你也不愿意来演，我也没办法。所以我说我可能会扩张他的范围，可能会连泰鲁格族跟泰雅族都会是我的寻找的范围。所以你说像温岚啊、徐若瑄啊，他们基本上都是有泰雅族的血统，但是除了这个族群以外，往外扩张的基本上没有，就是你都是有混血的，但是没有说我找到排湾族来演赛的客户，没有到这么遥远的这样的状况这样子。好，然后关于那个刚说制作困境的这个问题，其实你们看画面就会知道说，我们不是在棚内拍的，我们全部都是在山区海里、山区溪流里面这样子做拍摄，其实当然非常难啊，特别是那些在站人要站都站不住的地方，要在那边叫原住民的演员用跑的，甚至要在一些悬崖边或者是很就是溪流那个石头水的地方
要在那边架机器，甚至架高台，架那个重的机具在那边，其实要去提早一天去整地去干嘛去弄。最难最难的是天气啊，因为台湾中高海拔的山区，那个气候非常的多变，就是有时候一天要经过四季那种感觉，知道吗？就早上太阳，然后中午开始阴天，然后起风下雨，然后到晚上又是干干净净的天空，这样就常常一天要经过这种很多的折磨啊。有时候，我们在这边拍摄，必须要拍三天的戏，可是三天都一直下雨，变成是我一个镜头都没办法拍，经常会有这种困境。对，最浪费钱的其实就在天气等候天气的这个时间上。其实这个不是故意的啦，不是故意的啦，就是说，一开始真的就是从赛德克巴莱开始，就是因为这个题材让我关注到了这个时代，这个殖民时代的台湾。那在写赛德克巴莱的时候，其实我也慢慢发现了，哎，还有一个这样的题材好像蛮有趣的，还有这样的一个题材好像也蛮有趣的，才去写，又写了 Cano， 又写了海角七号。其实海角七号是最后写的剧本，大概是这样子建立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反而有一个发现，我觉得台湾真的族群常常被政治给分化，也不是说只有现代而已，是甚至连日本时代更早的那个清朝的那个时代一样，都是政治在分化族群。然后族群常常是不知道为何而战，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台湾一直处在这种族群跟族群之间互相矛盾的一种状态之下。我想说电影它扮演的功能不应该只是说故事而已，它应该除了感动人之外，它应该还可以影响人。所以我希望从电影的角度来解释一个时代的时候，是用一个互相理解对方的立场的状态来弄，来消除族群。第一个，你说赛德克巴，第一个我在提升这个族群对自己的认同感。第二个，我是希望别人对这个族群，你了解了我的过去，所以你对我的态度是真正的尊重。而不是表面的尊重，是真正的尊重，因为我们彼此了解了过去我们曾经发生的事情，大概是这个概念。因为赛德克巴莱的状况，就是我要在一部电影里面去呈现很多的观点，因为这个问题让我在思考我要做台湾三部曲的这个时候，我那时候就决定说，哇，这样子要把全部的观点放在一部电影里实在太辛苦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决定说，其实一样是三个族群，但是我用三个观点、三个故事、三部电影来完整描述、完整叙述这样子。其实台湾三部曲讲的是荷兰人来，然后汉人的移民、海盗也好、移民也好，到台湾跟台湾的这个平地的这些原住民第一次接触的那个时间点来说起。也就是说，台湾今天之所以叫做台湾，它的台湾，我真正的台湾文化是什么？是原住民文化加上汉族的移民文化加上外来的殖民文化创造的所谓多元性的文化在台湾，所以才叫做台湾的文化，是这样。所以我就想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三部电影，三种观点，一部是从荷兰人的角度，一部是从汉人海盗的角度，一部是从那个原住民猎人的角度，三个角度来诠释一个时代。三部片的开场都是荷兰人来了，三部片的结尾都是郑成功来了，用这样来诠释这三个故事，这样。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困境，是我们的思考都还是今年做，明年就要有结果，而且一直都陷入一个一个一个
艺怎么说作品还是为了赚钱，然后钱跟作品本身的好不好、啊、先讲那个评审制度来思考，你又要去评选说这个题材好不好，又要去评选它会不会赚钱，这两类的评审是一起在评审的，是坐在一个评审桌上来去选择哪一个东西符合要给辅导金的、啊、这两个议题是矛盾的，你知道吗？又要好的作品，然后又从好的作品去看到它有没有商机，这是其实互相矛盾的。台湾的问题一直是这几十年来一直都在拼经济拼经济拼经济，但是他们没有像韩国一样的思考，是文化可以创造新经济。他们总到目前为止都还认为一颗螺丝钉值一块钱，我只要发展一万颗那就一万块钱，一个创意一个想法，那个不是钱，那个不值钱。就是最大问题在这边呢，是一种观念的问题啦。一个产业要进入到工业化之前需要政府协助的一个地方，但是你像韩国现在就不太需要，它已经完全是一个工业化的，一个好莱坞也好韩国也好都已经是完全工业化的，它这个时候政府的协助就不用介入太多。那但是一开始在起步的时候确实需要政府这边确实需要帮很大的忙、啊、因为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审查单位、哦、审核发钱的这个单位，它对于那个文化价值产生经济商业回收这个东西，它无法判读，所以经常好作品经常会被掩盖掉的一个，就是它出产的一个机会点就 不大这样子。So we are bringing this event to a closure. I want to express my sincere appreciation again to Director Wei for the excellent introduction of the film and very engaging conversations we have. And thank you again for coming today, and have a good day and good evening, everyone.